又是娜姐啊，在忙碌的生活之中，大家几时才可以静静地坐低，停落嚟，眯埋对眼，瞪喺张凳度，放空，休息一下呢？今日嚟到呢度，希望可以带俾你一个静静地的几分钟，可以闭目养神。听不听到风声呢？下面其实是一条河来的，这条河叫做 Werribee River。听不听到雀仔叫啊？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宁静，听不听到水声呢？其实是刚刚有架车经过，其实是车声来的。 Anyway， 希望你们可以感受一下几分钟的宁静。